就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就会想来这边拜一下，祈求更好的工作。各种散心啊，然后逛逛寺庙啊，拜一下祭神什么之类的。现在感觉大部分的大学生就是遍地走了，然后还有研究生，他的学业的那个门槛在不断的提升，就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，然后也有很多的学生，他们更多的寄托在于考公跟考研上面，然后找工作就会越来越难，因为大家都在卷。骑自行车不太会。